一个前高后低的一个设计。对，那大家有些人好像会就是看到这双鞋的时候会担心说是不是没有办法久站或是久蹲，可是其实它里面是有做那个台子的，所以说它其实就不会让，就像我刚刚讲的，不会让你的就是脚底板那个地方会悬空，就是你看这边是有一个厚度，然后它也是做粗跟，我想你问，太热，我被烤死了，我连现在穿一个薄薄都觉得热。然后它这边呢、啊，就是有做一个小金属的装饰，这个也是乖乖的巧思，因为他想说一般的这样子素面的话，要在哪边很亮点，对，就想说要在后脚跟地方有一个小金属片，对，然后它这个后面做一个比较低的弧度，就会让你的小腿跟你的那个身高比较小个子的女孩会再更友善，就不会一直说卡到后面大腿那边。而且我最近啊，其实有身边的一些女生，就是她们收到那个鞋子啊，她们都说这个鞋垫超级，对，里面的结构，对啊，因为大家都很担心，就是她们现在穿靴子一整天会不会就是脚站的会不舒服？可是她们说第一句话都跟我说，这鞋底超软，如果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好，那我们先给她们看我们穿起来的样子，好啊。哎、欸，这个穿上去脚马上变超级修长。你说，我觉得，我们原始的体重应该有差减五，十五，看看。15应该有，15很厉害。我跟你的之间差距，对，我跟你说，那你看哦，你现在荧幕上啊，就是如果你是肉肉，就是比较偏肉感、棉花糖的感觉，你会想说天哪，走上面去永绝缘。但其实你看，其实穿上去反而会让你看起来更显瘦。真的，我觉得我跟乖乖之间距离没有那么远了。原本是超抱怨，但是现在穿完之后，然后他刚穿这双鞋的时候，我还刚说，哎，你一定是瘦。他还问我说，哎，你是变瘦吗？我说没有，应该鞋子的问题吧。对啊，纯粹是鞋子的东西。而且这个腿会变得非常的长。而且这一双啊，其实我们平常啊，就是你看你自己，就是配像我这样子穿这种裤裙啊、或是像那个板娘今天配短裤，就是平常啊，你们穿牛仔裤或是 legging 的时候也可以塞进去。就是你穿得很休闲的时候，你配上一双这样子的长靴，你就会看起来整个身形是很利落、很修长，就会变得很有型。我觉得这个版型很刚好，就是像八公分的阔膝靴，很容易会联想到超级辣妹。然后我们像我这样民众的代表，就想说民众的代表，我想说不可以吗？我不行哎、欸，但是就算他就觉得很可以，我穿上去真的觉得很可以。而且它的楦型哦，你乍看是尖，但它其实没不是，对，还是那种欧美尖。对，而且我刚刚板娘跟我讲一个，就是我们这设计。小巧其实它是有前翘15度的，所以说你如果穿平常穿鞋子很容易担心会前冲的人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三双的设计都有设计，就是要这个要怎么给大家，就是你看我们这样站侧面的时候，我们的前翘比如说这样哦，假装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今天三款八公分都有这个设计，就是你放在平面上的时候，你前面这个弧度是有一个上下弧度，你的食指是可以放在这边，它会卡住，就是像这样，所以这样子就导致你们前冲，这就是楦型在开发的时候就已经把防前冲这个关键点做进去了。我觉得就是浅色系，其实也不会像我身上这件是属于咖啡色系、棕色系的，其实配起来，其实我们都很配你这个，我后这样子也很好看、啊，其实也是配的啊。对啊，这样子也非常好看。那如果我前几天有一个好姐妹，她那时候她是穿一件橘色鞋 ，bling bling 的，她配这一件也非常好看。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它其实是很裸色，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像黑色的这分量感，其实它也没有这么重，所以它什么颜色应该都能搭，我觉得蛮好搭的。最重要是其实像这种奶茶色、咖啡色，其实它不会特别流行，对，它几乎是秋冬你一定你的衣柜一定都可以搭得到的颜色。而且这个颜色在外面，因为黑靴好找，但是这个颜色对。我跟你们讲，当时我这一次身边的那些 KOL 每个人都要抢这个，都是这色，都是在抢这个，你知道后来没，他们没抢到，还一直拜托我，跟他说，请你们自己上官网好不好？拜托上官网，我说真的没有办法。然后你平常就是觉得市面上阔膝靴都不够长，都你穿起来就是很短，你就要选这一双，因为这双的筒高是我们真的有特别加高，但它加前面，但它后面又有前高。你在动的时候不会不舒服，真的。而且我跟你讲，如果阔膝靴长靴，它那个筒高不够的话，你穿起来你的小腿跟大腿看起来会被卡一块，就是比例不好。那我们这个设计的比例呢，是有黄金设计比例，那你再让你三七设计。它里面的真实的结构是长这样，就是你们看到的表面是长这样，但它里面真实翻过来，它除了是整片的软海绵之外啊，它前掌你们可以看到有一块加强的方形，对不对？然后我来分解给你们看，这个是真皮垫脚，然后很多现在其实韩国他们就不会用真皮垫脚，他们就是用一般的合成皮，所以你不吸汗的情况之下，它就会很容易滑动，就导致脚冲的，对，那些问题。还有前冲，然后你看哦，关于前冲，我们这个就是前面刚刚那一块防前冲的软垫，就是除了减压之外，它也防前冲。然后中间这一块是脚窝垫，脚窝板垫，就是它把你的足弓撑起来，你就不会觉得说哦脚很酸，脚一直拱着，然后一直要出力这一块。然后鞋看起来就非常。然后这个后面啊，这些就是我们没有讲，你就会觉得说。我又看不到，但你试穿进去的那一刹那真的会吓到。然后中后段这边也有加强，等于前中后三点通通帮你保护得很好了。我跟你讲，高跟鞋，我几乎可以夸下海口说很难找到比我们家好穿。真的，你这个高度就是，你大部分拿八公分去跟比如说平底鞋比，你以同样 level 的比较之下，我们家真的你可以放心买。